这个速度还应该提高一点点吗？现在这边加，现在100多，现在100多了，现在100多了啊。加到150吧，150米。啊啊。好了，那不要太快了吧？今天这个是68克的。哦，不是轻的了。对，你这走直一点不平了嘛？啊，这个放轻长。对，我这里面它那个湿气太重了。啊。啊，你这个不是现在买的，是以前就买的。不是以前的，我们这个包子很贵的。这个包子放了有差不多1年了。哦。一年以上，起码1年。因为我们四季都不用包子，都要好吃。行了吧。